者陈亦婷百万卫冕倒数计时，伤心没对齐和他，伤心没为麦克更大。老师实在没什么好批评的，你的技巧实在是很高超。曾伟忠、詹玉玲、林梦宗各展身手。你是程度算是最高的一位啊！转音的重点，我觉得你唱得很好啊！你唱起来歌来都很平顺、很流畅。谁才能让陈亦婷的卫冕之路止步呢？